因为本身我觉得骑车出行是一个很绿色环保而且强身健体的出行方式，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是因为我平时在出门的时候会选择轻居单车，我对这个品牌有一定的熟悉，而且我觉得跟我自己的性格和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相近。平时喜欢骑车吗？平时很喜欢骑车。最早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没驾照，那后来呢是因为即使考了驾照之后可能本身大城市比较容易堵车，现在还是不太敢自己开车，然后开车的话一定是要有哥哥陪着我，那所以说自己出门的话还是以骑车为主。对，我有自己的自行车，但是因为自己的自行车呢骑出去很不方便，比如说我要去吃饭我就要把车锁在门口啊，或者说就直接放在前台，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种出门就能骑然后到地方就可以直接放在那里不用管的是最方便的。把手给我。嘿，还愣着干嘛？跟我一起骑轻驹出去玩啊！